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啦！等一下啦，我今天要破关了啦！哦，讲不听，我要报案。你好，太好了，请跟我来，往这边走。你看，你看，他还在玩手机。你跟我到警察局，小朋友。哈，不要啦！妈妈，我走了，再见了，玩得开心哦。妈妈，你竟然把我抓去关起来。好啦，就是这个啊，不写作业的小朋友。好，请跟我来，先来这里拍照量下身高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要帮我拍帅一点哦，帮我来个三连拍吧。这个小孩也未免太自恋了吧。现在是在拍穷爸的照片呢，不是自拍照。来，你先到里面换上衣服。好吧。好，换好了，赶快跟我进来吧。我不要了。好，你现在呢就乖乖在里面发呆吧，谁叫你不乖乖写作业。不要了，放我出去了。今天的小剧场就到这里咯，喜欢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